这个夹子不行，我看看有没有绿色的，看一看。要这样吧，全是粉色的。嗯，给你拿个这个发夹吧，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粉。要这个，我要这个。但这个并不好看，不符合，不符合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应该是这种丝带的，看见没？这都亮亮的。不要呀，好吧。这个。那好吧。哎，自己选呀。那让我们要去干什么？对，我们要去拍照。米娅也化了美美的妆，跟他拍拍，带着 Nora 去公园拍个照。那个地方不允许那个狗狗入内。所以就带不了 Luna 了。嗯，走。因为那公园里面有很多野生的鸭子啊、鹅呀、之类的，所以说狗狗进不去。我们已经到公园了，那边有很多的花，有很多的鸭子，去那边看一看。就看到好多鸭子就激动了，好多鸭子。哎，小天，小 baby 在这呢。吃的没带吃的。哎呀，我这小杨桃好小啊。挠不痛。来这儿拍照。小姐你好，衣服脱掉吗？来，衣服脱掉拍照。不上去呢，站上去吗？要。哎，你衣服。我这谢谢。好了。那看爸爸，哎，你漏尿布了，你漏尿布了。你的奶瓶都出来了，你的奶瓶都出来了。这小鸭子追着我们要吃的，好多好多鸭子都过来了。你看那小鸭子一直跟着我们，又跟来了。我们真没有吃的。哎，又来了，又都来了。又跟来。那让小鸭鸭不怕。你把我的裙子。那藏起来了，这么认识吗？我去了。对呀、啊，搞笑啊！小爸，那、这小的丫丫没事。小爸要去这边。你跟小丫拜拜。好、好，走吧。哎呀呀！慢慢转，那好棒啊！去贝贝吗？Okay, okay. You may want to feed them and then your daughter will go with you. What are you going to say, Nora?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Just break it up. Try. You'll share with. And then. Nora, feed the duck. Feed the duck. This white guy is very, very, very aggressive. This way. Very aggressive. Yes, good girl. They need it. Yeah. No, it's too much. Not, okay. Oh.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bit. Yeah. Hey. You did it. Good. Nora did it. They're a bit scary up close. Yeah. 一二。一。
一，拿上，看再下一个。我头发还没睡吧？可以，拿上，七。哦，飞了！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你这是可以拍人刷呀？对啊，这挺好看的这景。那怎么闻那个呢？那你刚怎么闻呢？怎么闻？太搞笑了的。这么远，这么远，还是最完美。这马没飞的，你哎呀，是我的，是我的。幼儿园学的儿歌。嗯，就那个五指歌，这个是。嗯。怎么样 ？Daddy finger, Daddy finger, where are you? Here I'm, here I'm. How do you do? 好多的孩子。啊，那边还有野餐的。可以啊，快上去了！哎我，可以啊，他可以啊。好棒啊！这边下来吧，这边等。从那儿滑下去吧。Yes。哎呀！拍完照回来换身衣服，然后赶紧去打羽毛球。那让我们现在干嘛去？打羽毛球。那让正步准备，一二走，一二一，一二。你那个腿。你这个腿是新出厂的是吧？配合不太好。
那边。那儿妈咪呢？在奶奶。这一到周末，羽毛球场还是很多人的。米娅在那儿，那会儿在这儿吃。那儿背上了，走，打完球了，回家。背得像模像样的是吧？拜拜。感觉现在打球怎么样？啊？感觉现在打球怎么样？出汗，我以前都不出汗的。行，这说明有进步。但是主要是。一块练习的人都比较强。然后最逗的是闹啊，我们一边打，就是进去一个小时，他嘴没停过。那吃到最后就吃到最后，嗯，他没喝，吃到肚子疼。我说你别吃，我想你别吃了呗。他就出去拉趟屎，回来告诉我还要吃。他可太逗了，走，回家。虽然我们来收获。我们的韭菜又长好了，那边好几个都是吧？对，都是韭菜，一堆韭菜。这韭菜真高产，一茬一茬，又一茬。那基本就实现韭菜自由了，包个韭菜盒子，嘎嘎响。今天做个烫面的，好扎实的馅，全是馅儿。我给大家看看，感觉如何？超级诱人，有没有？哇！哇，真的没办法想象多好吃。哇！有韭菜，有鸡蛋，有粉条，有肉馅儿，还有虾皮。嗯，哎，两个手这样，对，然后这样拿，这样拿起来咬，对，要不然会掉下来。好，可以咬了。来，嗯，这么捧场呢，哎呀，开心了。这点韭菜没白种，非常好吃。这个皮儿吧，也烙的挺软的，或者这个是，嗯，又软又薄，挺好。哎呀，这吃的香的。嗯look at that. Look at that. Look at that. No. 太阳快落山了，这帮鸟还在开会呀！我从早上第一缕阳光开始，就开始开一整天的会。我吃饱喝足，吃了两个大韭菜盒子，然后时间也不早了，忙碌了一天，
要去陪诺尔啊睡觉了。然后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洋洋积极乐观正能量，我们下期见，拜拜。